好，歡迎翻嚟 Bosco Talk Show。咁今日咧就同大家傾下關於灣區啦、三藩市啦，我哋最熟悉啦。我哋喺灣區三藩市已經住咗好幾十年啦。咁呢幾年變化好大啦。三藩市咧，特別係啲無家可歸一啲流浪漢啊，咁樣就影響到成個城市都出現咗好多問題。咁啊，上兩集咧就同大家大家去睇一睇關於呢個美國關愛基金會咧，咁佢就同大家係幫三藩市嘅一啲流浪漢咁樣。咁我哋自己亦都有一個組織就亦都係幫一啲灣區嘅華人咁樣。咁但係無論我哋用幾大努力啦，都未必可以完全可以做得到幫得到。因為整體嚟講咧，美國佢本身咧經濟啊，佢內裏啊，佢嘅結構裏邊咧，就已經係出現咗一種腐敗出現咗一種缺陷。咁好多人佢哋可能未必完全可以睇得到曬啦，即係成個美國嘅經濟、美國嘅情形咁對於某一啲華人，特別喺灣區啊，或者係第一代嘅華人嚟講咧。即係佢哋可能睇到美國都有佢好嘅一面，而佢睇到好嘅一面嘅時間咧，佢就好難，即係佢可能佢就會缺乏咗睇到佢美國真正有問題、內裏存在問題嘅地方。今日先帶大家睇一睇三藩市啦，三藩市市內嗱，你睇到好多佢呢一啲圖片咧，就係關於呢一個1906年嘅時間我哋喺三藩市咧，我哋都知道啦，就有一個大地震。咁呢個大地震咧就覆蓋範圍都好大嘅，即係三藩市附近啊，咁樣都覆蓋曬。咁就個大地震咧就出現咗一個大火，一場大火。咁差唔多三分一嘅三藩市地區，即係居民地區咧都燒著咗，因為嗰陣時佢嘅呢個防火設施啊，嗰陣時嘅設備啊，各樣嘢都唔係幾好啦嚇。1906年係100多年前嘅時候，咁就嗰陣時咧喺三藩市咧就出現咗一個大規模嘅呢個火災，咁呢個火災咧就導致到好多人就傷亡啦、死啦咁樣。特別咧就喺嗰陣時有一啲消防員咧就係好有英雄氣概嘅消防員咧，咁就出嚟救火啦，亦都犧牲咗。咁為咗嗰陣時可以表揚呢一啲消防員咧，咁就喺三藩市嘅南邊係近住呢個漁人碼頭嗰度附近咧就。建立了一個叫做 Coy Tower 這個 Coy Tower 呢就是一個圓柱形的一個建築物，這個建築物很多人都不知道它的目的是什麼的，就有一個建築物就是表揚這些犧牲了的消防員，它的建築物下面就有一個消防員穿著斗篷的一個英雄人物的狀態，就在那裡給大家參觀這樣。咁啊，嗰度風景好靚，可以上去。有時候佢會開嘅，咁喺個 tower 上面咧，就可以睇到咧成個三藩市南邊嘅一個景色，係漁人碼頭啊咁樣。咁所以嗰個地方咧，係一個好值得去嘅，喺意大利埠旁邊嘅一個地方啦。咁樣，咁呢個已經係題外話啦。咁啊，即係講翻三藩市咧，主要就係因為嗰陣時佢非常之。出名啦，咁啊，亦都喺呢一個三藩市裏邊咧，就係呢一場大火裏邊咧，就出現咗。咁所以咧，我哋就睇到佢好多呢啲事蹟咁樣。咁三藩市裏邊咧，就我哋睇翻呢度有啲相咧，就1906年你又發覺原來哇，一個帳篷咁樣。咁呢啲帳篷係咩咧？原來係嗰陣時候佢三藩市嘅市政府，因為咧係拯救呢一啲。即係三藩市裏邊嘅居民，咁啊知道佢哋啲居民咧，即係佢因為大火啦，咁樣無家可歸、流離失所嘅時間咧，咁就即刻就建立咗呢啲政府嘅一啲帳篷你記住啊，而家呢個睇緊嘅係1906年1906年100多年前嘅時間，咁啊有呢啲咁嘅布造嘅帳篷啦帆布造嘅一啲帳篷啦。然後咧就係好大工程咁樣，就喺三藩市各地咧就係設立呢啲咁嘅帳篷區咁樣，就有新鮮嘅水啦有食水啊，亦都有呢一啲非常好嘅食物啊咁樣物資啊，咁就去拯救佢哋喺短時間之內咧，因為
三藩市咧亦都係即係天氣好凍嘅一個地方，咁就唔希望呢啲人民咧就係會受苦啊，或者受罪啊，或者會有即係生命再多嘅生命危險啊、死亡啊咁樣。咁所以咧就政府嗰陣時做得非常好啦。咁而家轉一轉個鏡頭，我哋睇一睇嗱，而家係今時今日係呢個照片咧，就喺2020年到2021年啊，2022年之間啊呢幾年咧，就睇到三藩市嘅各區啦、各處啦，即係如果你而家住喺三藩市嘅話，你住咗喺三藩市幾十年啦，你就會唉點解咧？擰一擰個頭，你就會覺得啊點解會變成咁樣咧？咁咁啊，唔單止物資啦，唔好講物資啦，咁即係連帳篷嘅話，呢啲都係要。志願團體咁樣捐出嚟，咁啊，我哋之前支持嘅呢一個志願團體啦，包括我自己嘅呢一個志願團體咧，都係會捐一啲物資啊，咁樣或者係捐一啲食物啊，俾老人家咁樣。因為我哋都知道，即係政府而家做得各方面都唔係做得咁足啦，嚇唔係做得咁夠啦咁樣。咁所以咧，呢個就係三藩市現今嘅景象啦。咁三藩市到底點解係會變成咁樣咧？嗱。即係我慢慢分析啦，我哋唔好去依住呢一個政治嘅路線去討論。我哋先講咧美國裏邊，即係我呢幾年都講過嘅一個即係狀況。最主要一個狀況咧，就係去放任呢、這個放任性咧，就係對無論股票啊或者地產啊金融啊體系啊，都係以一個放任嘅態度。咁而佢做呢個放任態度嘅目的係咩咧？就係税收。當政府佢需要税收嘅時候咧，佢就要刺激啲經濟。咁啊，當佢刺激經濟嘅時間，咁啊，當然好處就係佢得到更加豐厚嘅税收啦。但係唔好處嘅睇唔到嘅隱患就係佢會係喺後邊咧製造咗更加大嘅一場 bubble。無論喺唔同嘅環境體系裏邊，佢都製造咗好多嘅 bubble， 即係呢個泡沫。泡沫經濟，當佢製造咗呢個泡沫經濟之後咧，佢就會係製造咗好多嘅唔同嘅問題，因為佢喺一個社群裏邊或者喺一個體系裏邊製造咗一個bubble， 佢係會有連鎖反應，令到另外唔同嘅體系都要有另外嘅呢一啲產生咗即係貴價嘅問題，即係譬如而家佢喺呢個。對外啊、外銷或者對引入嚟嘅 import， 佢都加咗税嘅話，咁到最終嚇，即係我哋都好清楚啦，唔使讀書都知道啦，就是、最終邊個去承擔咧？就係個用家。即係我哋本身嘅平民百姓，咁啊，最終我哋發現到原來佢喺某啲地方製造一啲戰爭啊、紛爭啊，我哋嘅油產就少咗啊，最終我哋嘅問題就喺我哋用家上邊。但係中間咧，中間商你話哦，商人都唔會話佢哋都會 suffer， 佢哋都會受到一啲問題咩？唔會。因為在商人裏面來說，不賺錢就是假的，因為他控制著這些資源，他就一定有條件或者可以去賺錢。所以我們發覺原來美國的真正根本的原因，那個 core， 就是內裏的原因，那個根基就是在政府當中。現在先不要去講話商人，我哋啲商人啊，啲商人都好衰噶，商人即係去到 price gouging， 將呢啲價錢喺唔適當嘅時間，特別好似有死人嘅時候發死人財啦，有疫苗嘅時候發疫苗財啦，有係嘛唔好講話疫苗啦，就連嗰啲驗而家我哋驗鼻哥嘅呢啲咁嘅 COVID-19 嘅呢啲 tester， 以前係可以講話政府啊送俾我哋，但係。今天我走到去這個某些藥房裏面看到原來它賣40元賣兩支
個價錢已經升高了不知多少倍。但是你買不買呢，很多人都仍然買。即係唔經唔覺咁樣，我哋俾呢啲中間商人啊，或者呢啲咁嘅製造商啊，就賺咗我哋好多錢。咁啊，呢個都係即係小事啦。我哋係嘛，即係對於一啲有收入嘅人嚟講就冇問題。但係對於冇收入嘅人嚟講，咁點算咧？我哋而家美國，你發現原來好多人突然間失業咗。咁啊，我哋而家政府即係聯邦政府就宣布，極力宣布。就話我哋嘅呢個失業率已經係創新低啦。咁係咪真係新低咧？嚇，係點解會新低咧？唔係真係新低，係點解咧？佢個數字係低咗咧，因為冇人攞失業嚇，攞唔到失業啊，或者佢根本就唔派發失業。咁呢個係同失業率降低係兩回事嚟噶。即係如果你話真係個個有工作啦，個個都唔需要攞失業啦，咁冇得講。但係你攞唔到失業，好多人係冇錢，好窮嚇喺屋企，可以講話等死咁樣。咁又失業金又冇得俾佢攞，或者佢已經係唔合乎個條件攞。以前我哋失業金咧，如果喺譬如布殊時代啊咁樣，可以攞到18個月或者24個月 extension 咁樣。咁但係而家咧嗰個失業金我都唔係太清楚可以攞到幾多個月。但我聽講而家咧個失業金係攞咧根本就好困難，好困難。剩翻落嚟嘅話，咁就可能攞一啲 welfare， 即係攞一啲糧食券啦，攞一啲即係好好少嘅即係救濟金咁樣。咁呢啲救濟金可以夠你夠唔夠你生活咧？絕對唔夠，係嘛？唔好講話交租啦。特別係而家你喺灣區啊呢啲咁嘅生活嘅話，突然間你一失業，就算你有幾高嘅才學。你如果你突然間一失業嘅話，你咩都冇曬噶啦。即係你個仔女，如果譬如而家讀書啊，唔好講話讀私校，你而家你就係連你讀公校嘅話，公校都期待你又要買呢樣買嗰樣啊，生活上面啊各方面啊樣樣都喺度加，係嘛？咁你如果生一個小朋友嘅話，個小朋友佢可能有 daycare 啦嚇，如果政府冇得補助嘅話，咁生活都係好困難。所以特別是在灣區在加州這些地方生活指數那麼高的話，很多人都寧願如果有辦法的話不如搬去第二個州去嘗試一下啦，第二些州我一樣這樣工作，但是可能慳慳埋埋我可以買間屋可以置業這樣，不用即是一路幾十年都沒有變化。所以現在的美國和以前的美國夢是爭天同地啦，爭好遠啦！除非你真係好有本事，或者好有運氣，或者有啲背景啊咁樣。咁會唔會話我睇嘅太即係偏激咧，太悲觀咧咁樣？好，我將佢整體性咁樣去講。而家我睇到嘅淨係即係灣區嘅一啲華人嘅一個圈子。如果你睇翻而家我哋即係呢啲 homeless 啊 ，homeless 裏邊咧有。分幾類啦嚇，我哋先將幾大類去分。一種係吸毒嘅，一種咧就係有病患嘅嚇，一種咧就係有精神病。我哋先將佢分呢三類，我哋先將佢分呢三類嚇。吸毒嘅你可以絕對唔使可憐佢，你話呢個佢自己攞嚟嘅係咪？好啦，我哋先講呢兩類精神病同埋佢本身有病患。因為我自己親自接觸過，係做老師嘅，咁佢有身體有病嚇，中咗風啊，跟住有 cancer 啊，有其他嘅一啲病，就家人失去咗，跟住之後令到佢精神亦都出咗問題，咁佢失去咗一個佢自己住嘅地方，然後佢住喺車，咁住喺車之後咧，咁因為美國嘅呢啲行車嘅法律咧好嚴格，咁有啲時候咧，佢警察會見到你喺街度啊，瞓喺車。他就會盤問你，盤問你之後發現到你如果有什麼不對不妥，或者你駕駛上面出現了一點問題，他會抄你牌。抄了你牌之後，你如果你沒有錢交，他下一次再盤問你的時候，他就會拖你車了，因為他說你還欠了這個法庭的罰款這樣。然後你就會沒有了車，連車都沒有了的時候咧，咁你
求邊個咧？你唔通你打個電話就會有人捐嘅車俾你咩？唔會嘅。咁到後邊你可以點樣咧？即係只能夠揾一啲地方街邊露宿嘅，咁你就暫時就喺嗰度瞓住先，踎住喺嗰度先。習以為常啦，一日兩日你當然唔習慣。一個禮拜兩個禮拜之後，你發現唉都係咁啦，冇咩所謂啦。然後你就習慣咗，咁就喺嗰度。咁我講嘅可能係生理上面或者心理上面有問題嘅呢一啲人，應唔應該可憐佢咧？你話哦，佢哋有辦法可以應該再重新振作，可以再嘗試嘅。如果有一日我真係將你而家呢個經歷放喺你嘅身上面嘅話，你就可以好肯定知道。你係真係冇辦法可以脱離咁容易脱離呢個圈，呢個枷鎖。又講翻呢個吸毒嘅人，佢係咪真係唔值得可憐咧？嗱，美國咧，佢係一個毒品非常泛濫嘅一個國家，毒品非常泛濫，泛濫到係點樣嘅程度咧？即係而家連小學裏邊咧都有充斥住大量嘅毒品，如果係一啲唔係幾好嘅校區，如果係一啲比較差嘅一啲社區嘅學校咧，小學咧都已經係會可能。即係有啲毒品喺度流傳緊。毒品裏邊咧有譬如搖頭丸啦，或者一啲重型嘅毒品啊，或者有啲大麻啦嚇，呢一啲啦。啲毒品裏邊佢可以令到即係呢啲小朋友咧會覺得佢哋係喺呢個社會裏邊生活喺呢個社會裏邊係有一啲面子嘅。即係佢哋會喺比較嘅，即係話喺小朋友與小朋友之間，就係你睇你都唔識嘅呢啲嘢啊，我識係呢個社會裏邊嘅人先至識啊，我咧就已經係比你更加成熟，我比你更加叻，我識得呢啲嘢，我亦都唔怕。咁所以咧，佢哋就好容易會流傳，亦都比較。咁啊，將呢啲毒品咧流傳咗之後，咁就會。很容易咁樣就令到一啲即係美國嘅年輕嘅人咧，都好容易接觸到呢啲毒品。當然可能唔會話一下即刻就上癮啊，或者點樣，但係佢哋會好容易就接觸到。我喺呢度發覺，原來喺呢度長大嘅人十之八九咧都有接觸過嘅。咁跟住咧就會慢慢喺佢成長道路裏邊啦，二十幾歲、三十幾歲，如果佢冇係成為一個好重的瘾君子的话，他们都会不多不少在他们去譬如看球赛啊，或者去拉斯维加斯啊，或者去某一些地方玩的时候呢，听音乐的时候呢，他们都尝试会用一些他们仍然觉得可以接受的毒品，仍然可以接受范围的毒品就吸食。就令到佢咧有一啲飄飄然啦，令到佢有一啲更加開心嘅感覺。因為美國人覺得我真係覺得平時生活好苦悶，真係冇咩做，上下網啊冇咩，我可以能夠去放縱下，吸食下毒品啊呢？佢哋喺佢嘅生活裏邊，佢哋都唔覺得係毒品嘅嘢。跟完之後，佢哋就會去攞嚟 enjoy。所以毒品呢一樣嘢咧，如果你以一個毒品嘅字眼去睇咧，係毒品。但是以一個吸食毒品的人他們的態度裡面來說，他們可能覺得是補品，所以他這個吸食毒品的一些人不要介意也不要誤會，我今次說這個絕對不是提倡毒品它有好處或者不好處，我是說這個 毒品在美國人的生活裡面所出現的情形是怎樣。我絕對是反對毒品，任何類型的毒品我都不希望在我身邊或者在我仔女身邊會出現到，所以我要更加清晰，要知道
这个社会是做紧乜嘢？我哋唔可以净系将我哋啊，即系不听不闻不问，就匿埋咗喺一个华人嘅社区里边，我哋就完全唔去清楚了解这个美国嘅主流社会而家系点样嘅一个生活状况。所以啊，我哋发觉原来即系喺美国，哇，原来咁多毒品。咁啊，毒品咁多，咁點算咧？即係我哋只能夠盡量小心啦。即係下一代裏邊，用我哋自己嘅方法啊，提醒佢小心啲，唔好接觸到毒品，接觸到唔好去食啊，一個係好壞嘅嘢，要影響你以後嘅生命啊，影響你以後即係你人生嘅呢、這個心理生理都會有好大嘅影響咁樣。咁能唔能夠即係完全可以防備咧？都未必嘅。啊，或者就算我哋防到個毒品，都未必防得到啊，有槍擊啊，有好多嘅呢啲人禍啊，各方面啊都會出嚟。咁呢個就係美國嘅根基啊，個 core。咁個根基裏邊嘅問題就已經存在咗喺呢度啦。美國嘅人嘅生產力啊，佢製造力啊，佢做嘅嘢啊，都係好即係比較低。啱啱咧就係喺 Facebook， 大家都知道 Facebook。Facebook 的老闆咧就講咗一句説話，咁啊佢話don't just manage 啊，唔好淨係管理啊，佢話你要去code 寫 code 寫，即係你係 engineer 嘅話，你一定要識得去做一啲程式啊，編一啲程式咁樣 ，and work hard 啊 ，otherwise resign 啊，佢話。如果你不去真正去落手做嘢，啊，你不去真正去用心去做嘢，啊，俾啲 effort， 擺曬你付出出嚟俾間公司咧，就請你離開啦，嚇，講到明啦呢句説話。咁而家經濟嚟講都冇辦法啦，即係我自己對我嘅員工我都會同佢講，唔好，雖然而家唔苛刻，但係我都會同佢講，而家難㗎啦經濟。我哋大家嚇都係一條船，呢條船因為逆水行舟，係即係大家都落力啲去爬多兩下，係只能夠係咁嘅心態。但係喺一個咁樣嘅美國嘅大勢一個環境裏邊，人民就亦都出現咗好多個問題。喺呢一兩年疫情啦嚇，心理上邊啦，加上疫苗啦，加上好多種種嘅問題。令到人的生活啊、意志啊各方面都消沉了很多啊！而家連買只雞蛋，我哋都發現好貴啊！咁點算咧？個個都好似冇咩希望咁樣，咁所以咧就令到呢個成個美國嘅無論士氣啊，無論所有嘢都差咗好多。咁我你話美國好似仲係仍然個經濟好好喎，咁樣比起其他國家仲係好係。你不要忘記在兩年前我們疫情的時候我們大派錢，大家都覺得哇美國真的有錢，在個個疫情多個個都不用做事的時間都還有錢派，現在我們就發覺原來這麼短的時間，短短的一年兩年間可以看到所有的問題全部可以一下子呈現出來，令到很多的中產階層都變成低產，令到很多低產階層的人變成赤貧，變成沒有錢。咁啊，點樣可以去解決佢咧？冇辦法，可能再多20年都冇辦法解決。但係你話係咁樣係咪真係太悲觀咧？我都曾經講過喺我節目，就係話無論係生活係點樣啦，我哋都要積極啦嚇。無論係點樣即係壞嘅時間咧，都要利用自己嘅一個即係積極嘅心態咁樣去面對佢。咁所以我相信咧，只有努力，咁我哋先至可以克服到好多嘅問題。